国小的邱福爸。可以拿手机报告。录下双手。好，来。没有，我在拿。我忘了。OK。大家表现得很好，很棒哦。好，认真听了。现在开始。红色爆表，然后发出杂音。这游戏特色，就是有很多东西，然后对吗？好，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一个经验分享哈。就是如果你做太多的话，有可能忘起来就不顺畅。然后你的音乐可能加的太多种，只能其中一个放音乐，不然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知道吧？不过他还是玩得很嗨啊。这个我做的时候，就很难赢啊，就常常都会被打死啊。各位觉得他做的酷不酷？还好而已。还好，看不懂。还不错啊，很认真在做啊。那你今天学到什么？就是可以这样，可以回家自己做游戏，然后自己可以玩一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掌声谢谢他的报告，好不好？来。可以变操作点。被放掉了。好，它是用圆形的方式，然后再镂空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地图了哈。因为今天学太多了，所以有点忘记了。老师是把那个几十个小时的课程浓缩一下，六小时，你们能够做到这样，真的很厉害了。应该是吃苹果吧。我第一次的时候发没有成功过，所以我想送他。好，你做得很好哦。下一次你可以考虑，你就做地图组和那个布景设计，然后城市另外再找。找到我要吃的东西，就是小五。好，你看他的资源也占掉很多了哈。我占的更多。已经红色了。好，我们掌声谢。怎样才会过关？好，走到最后那个里面的工厂的时候就会过关了。台湾化学无敌。哦，快过关喽！快被电晕了。他在设计的时候，地图有做的稍微小了一点哈，所以他在操作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哈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他的示范，谢谢。谢谢他的说明啊！好，来。